书正偏太公六韬，有天臣、地臣、人臣、与鸟之臣。论语曰：卫灵公问臣于孔子，左传谓于立之臣，俗本多作赴旁车乘之车，按诸臣对，并作臣，正之臣，夫行臣之意，取于臣列耳。此六书为假借也。仓、雅集进士自书，皆无别字。为王羲之小学章独赴旁坐车，纵赴俗行，不宜追改六韬。论语、左传也，也是于以及注句之词，文集备有之矣。河北经传，西略词，字其间自有不可得无者。至如伯也直书，与吕也语，回也吕空心，风，风也，教也，及师传云不及，我也不挪，挪也不多，多也如斯之类。倘消此文，颇成废阙。师言：青青子衿。传曰：青衿，青灵也，学子之服。按古者挟领下连于襟，故谓领为襟。孙言：郭璞著尔雅，曹大家著列女传，并云：襟，交领也。腋下诗本纪无也字，群如故谬说云：青襟，青领，是衣良楚之名，皆以青为饰，用是青青二字，其诗大矣。又有俗学文经传中实虚也字，则以一加之，美不得所，亦诚可笑。后汉书酷吏樊业为天水太守，凉州为之歌曰：宁见如虎穴，不入季府寺。而江南书本学皆误作六，学士因循迷而不昧，夫虎豹穴居，是之教者。所以班超云：不探虎穴，安得虎子？宁当论其六七耶？客有男主人曰：今之经典，子皆未非。说文所言，子皆云是，然则许甚胜孔子乎？主人抚掌大笑，应之曰：今之经典，皆孔子手记耶？客曰：今之说文，皆许慎手记乎？答曰：许慎简以六文，贯以部分，使不得误，误则绝之。孔子存其意而不论其文也。先儒尚得改文从义，何况书写流传等，必如左传止戈为武，反正为伐，崇为古，汉有二首六申之类，后人自不得辄改也。安敢以说文笑其是非哉？且余亦不专以说文为是也。其有援引经传与经乖者，谓之敢从。又相如风禅书曰：导易经六岁于户，昔双解共抵之寿，此导训则光武照云，非徒有欲养导则之劳是也。而说文云：道是何名？引风禅书为证，无妨自当有何名道，非相如所用也。何易经六岁于户，岂成文乎？纵使相如天才比拙，强为此语，则下句当云临双脚共抵之寿，不得云息也。无常笑许纯如，不达文章之体，如此之流，不足平信，大抵服其为书。引括有条例，剖析穷根源，正玄著书，往往引以为证。若不信其说，则明明不知一点一画，有何意焉？双引号。